是师傅啊，就是说是就是说有的女孩子不是打扮的比较漂亮嘛，引人注目，使人称，使别人称生贪爱心，但是呢并没有发生什么，会欠情债吗？是会因为别人生贪爱心在那轮回还掉这些情债吗？绝对会的，绝对会的。你让人家脑子里已经动坏脑筋了，你让人家产生贪爱心了，你已经有问题了。这个问题，哎、这个问题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很麻烦的。很多女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吸引别人、眼球，实际上你就在叫勾引啊。但是话讲了好听一点，就是哎呦你很漂亮，你不叫勾引啊、人家男的一看你，我昨天晚上在开始的时候还讲了，对不对啊？一看、看着打扮的好看的不得了，好了，那个开车的人，哎呀，嘣撞上去了，结果他老婆在边上臭骂他一顿，对不对啊？那你不叫勾引人家。只不过是这种勾引，不是说勾引到其他很严重的问题，只是叫色相勾引。色相勾引你也有罪的嘛，就很简单了。你干净和、你干净和艳丽那是不一样的。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那个红灯区里面，那个站在马路上那种人，他那种眼神，他这种身上做的那些动作，他这种勾引，那就是完全是犯罪的。你说你好看一点，干净一点，你眼睛不乱看，没有这种放电，那人家当然是不算勾引啊。你要是这种乱七八糟的，像广告里边都乱来的话，你不叫勾引啊。是啊，那师傅看来这个人长得漂亮了，这个女人长得漂亮了，也真的是不是太好。灾难灾难，你去看看哪个好看的女人一帆风顺的，哪个女人好看的婚姻是圆满的，你告诉我呀。是的哎呀。那师傅对现在的女同修，这个打扮上如何把握呢？师傅您开始一下。如何把握啊？大方得体，美观自然，八个字。